大家好，非常高兴哈，今天能够来参加屏东阿波城福仁社所举办的一个身体健全的一个社区服务的活动啊，那今天办得相当成功，因为很多这个我们的社区的居民都来参与这个活动，人数相当多，所以今天办得相当成功，谢谢大家。谢福仁社阿沟城社社长他办这个义检这个活动哈，那今天地点是在和乐餐厅，然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中午12点，对，那来现场的民众的话不需要带证件过来，人到就可以了，对，那我抽血验尿还有其他的一些生计的一些事情，对，都可以做了解这样子。对，那我们知道说预防保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健康人生才有希望，那平常也是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借由这个活动的话你可以了解自己有关像肝功能啊、血脂肪或者说其他尿蛋白自由基等等的一些指数进而做一个身体的一个保健。我们这边是高峰的那个玻尿酸产品啊，那我们是通过就是人体实验证实，好，我们在中国医药学院做了一个临床实验证实，那就是小分子的玻尿酸。对，那我们其实针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一个配方。那其实最早开始玻尿酸会应用，主要就是针对长辈或者是一些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用法。那因为现在目前退化性关节炎的话，初期可能就是不舒服的情况，就是可能是止痛药，或者是用注射玻尿酸的方式做出来。那注射的部分只能注射膝盖，那我们用口服的方式来说，等于说全身的关节都可以做这样子，那就是这个是第一LP33台湾原厂的益生菌厂商。那目前我们在这个福仁社这边有进行就是防癌的推广，所以我们最新有一款防癌可以抗癌症的那个益生菌。那这边的话就是带到这边，其实我们公司都是做实证临床功效的，说我们有多少的数据就是有这实证去收案的，包含说我们现在也有一款就是针对糖尿病、血糖三高、慢性病或者是血压所开发出来的益生菌，都是非常适合台湾国人本土居住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设计。对，谢谢大家。